好的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老爸的工作室，我们要来打麻将。哎呀，大家看看，已经看到了，耶，罗卡、德爸还有老爸一家，耶，一个人来，因为我打麻将默默太无聊。嗨嗨，他们在家。哦，对。耶、hey, ，老爸，嗨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还在过年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对，还在过年，大年还在过年，十五节应该都算。我们还在过年。那个姑姑还有那个在家，在家只有我了。好，为什么？没有他，我怕我打牌他们太无聊。哎呀，熬夜，熬夜，我自己来啊。我可以去啊。他指定了。是嫉妒还是羡慕？是嫉妒还是羡慕？你怎么那么坏，姐姐？哎，我们要在哪里打？楼上。你们搬上去了？你们直接把那一台搬上去啊？这么猛啊！为什么这里有一个浴缸啊？哦，之前那个你们家。在这里，家里放不下。家里放不下。好吵。哇哦！你们有来过吗？没有。哦，没有，之前是去老爸家。对，我爸家，老爸他们家。自己来过啊？他来过了，我卡来过两次吧，三次。没有，没来过。有来过一次。他忘记了。有来次啊？有啊，来次我们在。走 ，Go Go。有来一次吧。Donkey。噔噔噔噔。哎。哦，运上来，我就想说你们徒手把它搬上来嘞。是的，我们刚从三楼搬下来。你看，真的从三楼，应该找你一起来。三楼，所以刚刚应该约在那。我不想你时间跟我那么近，要不然就是一起。我有了电梯就对了。等一下先试看它是好的还是坏的。哇哦。有可能哦。哇哦。刚刚那个摔的那样。电动麻将桌。你看那个声音。有零件的，Go go go go！ 这个声音吗？等一下，要那个连装盘坐这个椅子。我要帮你买那个。好，等一下开始。等一下，这就是直播麻将，是直播麻将。等一下直接开直播。设备都。今天礼拜二。没有人今天把它发片不想要发的。没有，现在都在休息。他等一下就直播。直接直播。升起来。很多人在直播耶，现在很多人直播，很多人直播打麻将啊，直播打麻将，对啊，直播起来。你看，我们小时候的回忆。对啊，变那不是变形金刚，那个这个无敌铁金刚。我一开始叫他康达摩。哦，我第一次用这个电动麻将桌，所以有两副，对不对？它里面要放两副牌。这好酷哦！然后你看那个骰子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按骰子哦。这好像那个什么，以前那种赌神里面哦，赌侠里面有那个骰子的那一段，什么脚踢那个，脚踢一下，然后它就会换。然后小刀就会听出他的骰子是骰什么。可以啊，随便放。好的，所以我们准备开战了。第一个，今天哦，所以等一下我要一个人直接对战三位老婆大人，就对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准备开战啦，开战啦。买一个那个椅子多少钱？来了，开打。哎呦，好的，现在哎呀，搞锁。好，我们今天打牌还有甜点吃。这个是，对，我还是有在认真打的哦。这个汤圆是你们明天要上架的吗？对，明天上架。明天就上架了。明天上架。我们试吃两个礼拜。试吃两个礼拜。你们到底吃了多少家？我们先从外包装先开始淘汰，因
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包装就不合格，看光外包装你们就开始省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一些用塑胶袋装哦，那种就不行，而且会有卫生问题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筛选再筛选。铁链跟铁链，然后再来筛选一些 CP 值啦什么的，慢慢筛。我直接吃这个，我刚刚吃的那个黑色的是芝麻的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个白色的呢？书吧，书香香，会有不破去呢？怎么办呢？这个白色的是，我看你还要不要？没关系，不要不要。还有，真的。哦。哦，这花生很香哦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咬下去会的。它里面有一颗一颗的。颗粒很重要。颗粒很重要。夸张，很好吃，它的东西很好吃。我可能嘴巴满了。我没有夸张，因为我刚不敢咬，我咬下去它里面就会炸开，我不敢咬。我发现我要喝水，你要喝水。我发现它的那个，然后我放枪了。我也在等。我听啊，我发现它没有很甜呢。我刚刚原本担心的花生会太甜。就不会很香，是装吗？不是，我不是，今天没嘛。你是不是派你老公来，然后弄很好吃的汤圆，然后让我吃的分心？要啊，是这样子吗？必须的。哎，我吃完了，老公再来上两颗这样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老公不用重拍生活影片啊，请看一下，现在是北风北，这里是什么七？连七拉七，刚刚还连六拉六自摸，太扯！连七还有心情，真的太扯，也是蛮不错。我当然有心情，因为我现在反而卸下了一些你知道压力，你知道，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我最赢了嘛，对不对？刚刚在讨论要吃什么，我觉得海底捞是可以的。对，反正现在我不是那个人了。彼得曼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等一下想吃什么？你刚刚不是蛮清晰，蛮。你打给我准备好。连七拉七耶！哇靠！救命啊！救你个命啊！好可怕哦！现在都会岔球哎，现在每一张。我们就来看这个谁将终结这一局。好了，结束了，最后拉下庄的是罗卡，站在。妈妈需要睡觉，帮我买一杯酒，没问题，拿去。请记得，我请客。请记得买汤圆，买汤圆，大家去老爸的商城。元宵节快乐！老爸连接商城连接放下面，大家自己去看。我不管，我要先做影片。等一下，你们也有结尾要做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年过年第二次打麻将，对，而且，我这次，其实刚算一下，我好像还是你要不要现在结尾吗？啊，等一下，你是想要拍我被你拷回去这样子？你要报仇是不是？你现在还是赢钱，我还是赢钱，所以他现在最赢啊！不管，我要先做结尾，我不想要拍彼得把我拷回去的结尾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